好，我是 JDC 篮球训练，我是训练师 Jack。今天要介绍的 ball handle 技巧是 I 加 between the leg，I 字形运球加上胯下运球。辅助的器材是网球，在网球落地第二支之前，完成一次胯下运球，十次即完成此训练。节奏不对之时，可以用 I 字形运球来调整节奏，进行网球的抓握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，或是给粉丝专页一个赞哦。